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闲观。西方的一个教堂，哥德式的教堂，那一定是让非常耸立高耸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建筑啊，那本身的一个建筑，你如果说只靠中间这个地方的话，它没办法支持那么高，它就旁边要有扶壁，然后一起支撑啊，让中央主体的那个建筑啊可以非常高。为什么要非常高？可以到达天堂的那种感觉啊。所以那个穹苍透过建筑让你感受得到，哎，人跟大自然、跟上帝、跟这样的一个宗教之间要心存敬畏的一个感觉。其实在大自然界里面也是类似这样子，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在一天中的一些变化，这个从这样的一个光影中啊，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得到，那里面看的我们不看不太出来，那事实上就是在那个时时刻刻片段短短的时间里面，它光影所展现出来整个一个山脉的一个雄伟，在日出时刻，你能不敬畏吗？你不会心生啊这个大自然界的那份的一个崇敬之心吗？肯定会啊，因为你看这个，你看光这样的一个建筑结构，不是建筑啊，光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就感受得到它那个凛冽的那样的一个威严在啊，那更遑论阳光所造成的一个对比啊。好，所以一天中的一个开始啊，能在这里看一下那个这样的一个奇景啊，是很好的事情啊。一生中的开始啊，小 baby 那都会留下这样的一个足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万一抱错小孩，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可以去追踪的溯源的那样的一个证据在。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新生儿为何是留下足印而不是留下手印？因为我们去选举好啊，你忘记带印章，你就会盖手印了。那为什么小 baby 不给他盖手印，还要盖脚印？你想一下，你可能想着说，哎，手印可能太小了，那这个脚印比较大一点，也可以辨识的程度会不会比较高一点？你想一下，我们待会来跟大家报告那个小 baby， 慢慢的在成长的一个过程中的一个喜悦。如果他爸爸是画家的话，或者妈妈是画家的话，更会留下那样成长的一个记录。现在每一个人肯定都会留下小 baby 成长的记录啊，因为我们的手机照相机的功能非常强啊，时时刻刻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串成成长的那份喜悦可以感动大家。这是雷诺瓦，他画他的二儿子，这个叫尚雷诺瓦，两岁的时候跟着家人妈妈在一起啊，那样的一个互动，这个很温馨的一个感觉。因为雷诺瓦的画他本身就是色彩让你感觉很温暖，这个人呢、人物造型也是非常温暖的那样的一个感觉。这个儿子两岁的时候，五岁的时候，三四岁的时候，开始在涂鸦，在艺术上显然也有他的天分。你看看爸爸看到小朋友也跟着这样有绘画的这个天分的时候，似乎更加开心了、所以他把他记录的非常完整啊。然后他五岁的时候，男扮女装吗？不是，那时候本来就很多这个小朋友衣服就是男生女生啊都是一起穿的，穿女装在这个一岁前的话，在很多地方小男生都是会这样，因为避免他小被那个魔鬼抓走，因为魔鬼觉得男婴啊是比较值钱，他所以会把他抓走，所以男扮女装的话会躲过魔鬼的那份的一个纠缠呢、所以男生变成女生穿着女生的衣服非常常见。他五岁的时候是这个状况，这个大家对他的未来很有兴趣吧？这个雷诺瓦这个伟大的画家，他的儿子后来变成什么？1940几年的作品，他是导演，他不是这个划船的人，他导演了这个叫做《A Day in the Country》，一个在乡下的一天呢、他用莫泊桑的一个小说叫做《郊游》，它改编成一个电影，所以那个非常富有诗意啊，然后又有点现代感的那样的一个法国的一个19世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个导演，然后他的里面的那个女生啊那份的一个表情啊，可以看到得到，因为那个表故事是说一个开五金行的那个老板，那么借着跟那个附近的牛奶商店啊去借他的马车，然后利用周日的某一个下午的时刻跑到塞纳河畔
去做郊游野餐的情形啊，光这样的动作可以让这个女生开心成这个样子啊，憧憬成这个样子啊。然后大家注意，这是什么？秋千啊。所以那个导演，这个后来他的这个影像上雷诺瓦，他是一个导演，非常重要。他就拍出了那个家人里面互动，还有这个年轻人之间的那份情愫啊，把它呈现在一起。你看这个补光。光影啊，然后整个一个摄影的构图啊，非常让人家心旷神怡的那个感觉，把爸爸那个捕捉画作中的那份的一个丰富度呈现在电影上面来，然后一样，那女主角荡秋千的样子，啊，荡秋千怎么拍啊？还蛮幸运的，我们现在还知道她当时怎么拍啊？你看摄影机架在这里，这个荡秋千在这里，所以他在前面跟他好像似乎可以联动的那个情形，摄影师啊，哇，这本身也有一点那个技术啊，跟着荡，荡来荡去的结果就捕捉他的一个画面。现在虽然是已经是大概将近七八十年前的一部电影啊，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一个用心啊，所以那个只是简单的去塞纳河畔的一个午餐，可以拍成一部电影。哎，您什么时候没有去野餐、去午餐、去公园呢？还是该走一走，拍一部你自己的电影吧。好，那这个刚刚荡秋千的，那荡秋千，有些人呢也不太能荡，为什么会头晕呢？会头晕，确实会头晕。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男性病人，她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突然间呢，那一天呢，觉得头会头晕。这个头晕也不是会天旋地转的那种眩晕，不是，他就是觉得他不太想站起来，就想躺着，那最好就是不要动，这样就好，就是这样子，只有这个症状，意识呢是清楚的。那后来家人觉得这个还是不对，跟他平常的一个状况不太相同，于是带他到医院里面来，给他做电脑断层的时候，这个电脑断层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隐约之间呢，看起来小脑这个地方似乎有点怪怪的。那当然给他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就可以证实了，这是小脑的栓塞啊，中风啊，小脑的栓塞。那他动作上就怎么样？其实动作如果检查起来的话，走路还是会不稳的那个情形啊。所以他小脑的这个白色点就表示小脑在这个地方栓塞，但是我们意识这是正常。所以它不是会造成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半边运动不能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它是一种栓塞啊，栓塞的位置就跑到小脑这个地方去，不是到大脑，所以跟我们平常常见典型的中风的一个症状不相同，而是以小脑平衡的症状来去呈现。然后所以你给他走路，叫他往前这样很稳定的走的时候，他没办法走；叫他手指来点你的时候，没办法走。所以要赶快给他一些治疗，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会抽血检查，这个一抽血检查以后，发现他这个血糖啊高达将近300，那这个糖化血色素也是十几啊，12点多的一个状况，所以表示他血糖根本已经有糖尿病一段时间，完全都没有治疗。那这一次是也是因为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揪出他背后影响他的身体，所以给他做神经传导也发现变慢，给他做表皮温度的一个敏感测试，他对热觉他的敏感度是降低，因为糖尿病久了，这时候都会造成这些影响，所以还好，这两个都一并跟他解决，对他健康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保障啊。好，新生儿为何留下脚印而不是手印？大家想说，刚刚提到那脚比较大，辨识度比较高，答案不是，为什么？因为新生儿的手出生的时候我们是握着，你要给他搬开，万一骨折怎么办？你用力一搬，而且你还要固定着他这样按。这个产生出来的创伤是有可能，所以不用，还是安稳的就留下那个人生的第一个脚印吧。感谢收看。